刚那首歌是我少数的情歌，我不太，我，怎么讲？我为人比较害羞啦，所以就是我的歌啊，都是酝酿很久之后，那些情感都是酝酿很久之后，很用力的放在里面，所以，他们或许不是一些很直白的歌曲，可是每一首歌都有很深的，或对于，酒喝太多了，很深的对于人的感觉，不一定是就各式各样的人，可能是朋友，可能是家人，重要的人。当然也可能是情人之类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对于他们，我有一些话想要说，然后就会写歌这样。所以我觉得我的歌是很有人味的。你们刚刚看外面那个板子上面有写一段话，就是如果距离是认知的幻觉，我们比想象中更接近。我不知道他们写完，可是我有看到，我有稍微看到一下，在外面，然后。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距离，它就是，就只是心上面的一个问题而已，它是想象的东西，它是抽象的。所以其实如果你只要把心稍微转换一下，你只要用一个方式轻轻的拨开它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更接近一些，这是我的歌想要传达的意思。所以就像我们现在。其实我们是可以很接近的，就是这样。啊？什么？外面的要塞车了，我在住在机场面的。哦，好那啊。个肚子痛的可以先离开。没有没有，那个没有买新的可以先离开。没有没有买新的，我是说买新的可以先离开了。来，坐。然后拜托拜托，我终于后悔我们有设那个玻璃了。想打破了，那个男生哦，会往前面挤啊。今天碰到演唱者不付钱，13还有19都休息。是需要东西吃掉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没关系，放着我，等下帮你装。K K，有人叫你要 K 你。哇！对面，你跟着最前面，带电话。啊，有人要打电话，你自己调的，那就接。前面，是哦。外面能看到这个场子，现在已经排到100多万了。我都不知道我这么红，还是你们都是最小的粉丝哎！耶，谢谢。会把就粉。对，我就喜欢小朋友哎！我上次有一次那个在成品表演的时候，然后哦，就对我就是唱我唱刚刚那个 Beautiful Soul，然后唱。Beautiful song，然后小朋友在旁边讲，然后我就笑场，而且我一笑场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，就笑了5分钟啊，没有办法唱歌，然后就只好一直跟大家讲话，然后边讲边笑这样，对，辛苦你们了。好，我来唱下一首歌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老爸听啊，瞧一下，瞧一下。有了有了有了，OK OK。坐前面的，其实里面就是最好亲密的时候了。这个时间13:19:11就是这样。好，我来唱下一首歌哦。下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大雨城市》。
它是我的那个专辑的主打歌啊。然后我上次在一个台北的百货公司，反正就有一个我在那边办了一个摄影展，这样跟百货公司有一些合作，拍他们的角落，然后就弄了一个摄影展。然后我在那边有表演，啊，很多路人嘛，那天要假日，超多人。然后前面几首歌都什么太阳啊，什么独立日啊，怎样就路人就很多这样。然后唱这首歌，明明就是我主打歌。然后你唱这首歌都走一半，然后我就又赶快要回去唱一些比较嗨的歌，真是的，路人真的很难取悦。对啦，他其实，好，就先不讲，先唱再说，反正这首歌叫《大雨城市》。
请把梦带走，什么都有，其实什么